当你高高兴兴地打开你新下载的自由软体，却发现界面全部都是英文的，一般的人的情绪会分为五个阶段。啊，这英文啊，这一定不好用啊！啊，自由软体都英文这么难用，难怪一辈子推广不起来嘛！可恶，我要看有没有其他中文的。就算你不会写程式，你也可以帮助自由软体。关键字搜寻 Chinese。